没骗你吧，还是热乎的呢。你要是觉得这个好吃的话，以后我天天都给你留。别动，洗澡了。哎，别动别动，洗澡呢，瞧这脏的呀，来来。哎，哎呦，坐下。小主子，昨晚真的是他背你回来的？嗯。去把羊肉给我拿。好好好。这都是刚从厨房拿出来的，可以吃的。我就在这看你吃，我不过去，你吃吧。好吃吧？没骗你吧？还是热乎的呢。你要是觉得这个好吃的话，以后我天天都给你留。且不说我这是报答你才给你吃的，那你也是我买回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也是应该的啦。不过你也得记住，以后我就是你主子，你就是我奴才。是不是？给我下来！收不住你了，是不是？下来！嘿！啊！怎么怎么了？那就是那天如月姐姐屋里的那个黑影。洗澡呢？哎，别动别动，洗澡呢，瞧这脏的呀，来来。哎，哎呦，坐下。告诉我，你觉得是他帅，还是你家石头帅啊？就这，你还好意思说人家是什么黑影？黑什么玩意来的？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就是好好的跟你们家石头在一块儿就行了，人家为你出生入死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嗯，再看看他。其实跟你一样，都是苦命人，在千端阁做着最苦最累的事儿，动不动还要被人拿鞭子抽，估计也就是逃跑的时候被你给看见了。小主子说的没错，哎，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吧，走。主子，这孩子您从哪儿捡回来的呀？把他洗干净可真是费了水了。你还可别说呢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我今儿就站不到这儿了。
去桌边吃吧，那一桌都是你的，没人跟你抢，光在这啃一个鸡腿多划不来啊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好歹也是我把你买回来的，快说叫什么名字，多大了，家父母哪儿的，你人哪儿的啊？小乳子，看着孩子的身高架子啊，也有十八九了，哎呀，愣是什么都不知道。留在府里这么大一活人，万一老爷夫人回来问起，这……回头你就跟我爹说，他是我从市场上新买回来的奴隶，有什么事儿我扛着。那先好好吃着吧。我呀，还有正事儿。你认识啊？对呀，昨天是你带我们去的乡试，带我去。这千端阁肯定有问题，你记住，只要这个哨声一响，立马回来，明白了没有？哎，干嘛呀？这地方是你去的吗？在这好好待着。别跑啊！哎呀，公子，这位公子可是眼生啊，今天要哪位姑娘啊？我陪你好不好啊？公子，你先坐着，我去给您拿酒。公子，一个人吗？需要陪舞吗？赏你，去不去？拿酒去啊！我去给小爷拿酒。妈妈，里边那个小爷给的。哎呦，这位小爷是头回来吧？谁说的？妈妈过来给你赔个礼，我们招待的不周。没有什么不周啊，挺好的。这酒您喝的可好啊？好酒。那这姑娘们伺候的可好？嗯，不错。那就奇了怪了，我这儿美酒美人可都是真正的好货，小爷你为什么拿个假金条来糊弄我？我他干嘛？快点！滚！再敢过来给我捣乱，我弄死！快滚！你，赶快给我滚！